这里是扣子式的拉链，它有拉链的，但是它是有微微的弹性，它布料是有弹性的，是就不会说是那种没弹性的牛仔，没弹性的。然后后面这里它的口袋是有那种做小造型的车线，这件属于深色的牛仔布，然后它有弹性，这件弹性很好。你看后面这里也有一点小造型，起来这一件的裤长我觉得偏长，两个人会比较刚合的，那比较高的女生会比较刚好，不会说那里堆成一堆。我需要反两折会比较刚好，反比较高的女生会比较刚好，不会说那里堆成一堆。然后我穿还有一点小空间，就是不会到紧，不会勒，后面这里都还有空间的。然后我穿还有一点小空间，就是不会到紧，不会勒。